在非人的领域也同样无敌。今日手感上佳，人生就是不断的战斗。以为自己有机会出手？又不是回合制游戏，太无敌而找不到对手，也是种无敌的忧伤。是在下无敌了，更快更高更强，神速无敌。无敌的我又迷路了，想挑战的人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天下无双，世间之寂寞莫过于无敌。告诉你个秘密，我是无敌的。